不要看镜头啊。Wow, fantastic, baby. 淡水行销心意是一趟不可思议的旅程，我终于做到了。我爱家乡，我爱台湾。九哥来，九哥来，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 gay 龟 gay 拐的朋友呢？每每在滑脸书时，总会觉得有些照片很碍眼，甚至动了想删好友的念头。根据趣味新闻一篇14种脸书 IG 讨人厌照片报道，以下有几种行为可能会惹恼一堆好友。肚子好饿哦！哇，小时候也过太爽吧，竟然去吃天好运。哦，小川真的很爱放闪，每天都在拍这种照片。不管是爱 po 美食照，又或者在脸书晒恩爱，闪瞎一大票人，可都会让人不舒服。再不然就是翻云覆雨后还要来张完事照，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还有这些寓意不明的，也会让人很嘚嘚。姿势这片天空，我有资格拥有。发文。哦。这是假文青呢，看这3本书一定没有看吧？幸福并非是你要抵达的终点，我思故我在。Happiness is not a station, you arrive at. I am who I am。诸如此类的行为，你到底做过几样？赶快来检视看看吧。